你别吓我，你别拿枪呀！金元是警察，现在什么都清楚了。金元他不是警察，这肯定是有误会的。你别骗我了，好不好？豆豆，对不住了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我会一枪打中你。 你不会有痛苦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九叔他要杀我。九叔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不知道，他突然拿枪对着我。他应该是警察。九叔，九叔，小杨，冷静一下。滚！ 我们不是警察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豆豆姐，你快跑！